第四十一题，呈上题，文中附图的原子应该是下列何者？这个答案里面，这个在我们的左下角所写的是所谓的原子序，就是质子数，就是原子核中带正电的粒子的数目。那我们看到图示里面，我们这个原子核里面带正电的是两个，所以这里边呢就应该要写成是二。所以第四十一题问我们说，文中附图的原子应该是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二氦。2H1